婆婆子，给孙伢子带个水果回去啦。好啊，阿个孙伢子吃水果，说这一囊子都没给他买，刚好几个结下小工钱，给他称卡。好。那么要看我随便看随便选哈。好，都是几个钢筋的水果，蛮新鲜。来，老猴子，你去买颗苹果吧。 要得，求成正了，好啊，23块钱，23。刚好23，好好。老婆，我这个方法可以吧？爸爸，给10块钱我买雪糕吃个。 小朋友，你赶我们啷个哇？苹果钱我们给了的，这是你们的钱，也不是我们的。啷个哇？我们转个看看吧。好。刚才你们儿子赶上去，说我们挪了10块钱呢，我看了哈呀。 这钱不是我们的，肯定是你们的。是我们的，谢谢啦。你们是买雪糕吃的啦？要把钱给恁阿公哇？你们两个合伙办的。 你个小阿哥，动个怂过啊！我们这样做生意还不是为了你呀、啊？快写你的作业。